连在一起会变成一个 transverse ridge， 一样往下压一压，理论上这个不会被咬到。那么这个 triangle ridge 不够强壮，所以我们来把它加强一点。在 medial side 是不会被咬到的，所以可以进行加。因为他们两个形成一个全球的数据，所以说其实可以微微的连在一起，不用担心，啊，就是不会咬到的。再来 ，lateral lobe， 先加 distal 这个，因为通常比较好加。那我使用的是 DKT 二号最细的。那这个地方也有咬到啊，这一点都不让人惊讶，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咬点所在的位置，也就是你要形成 tripod 的位置。一样将多余的地方去除掉，让它微微的 under occlusion。所以我们在 build up occlusal contact 的时候，都让它微微的 under occlusion， 之后比较好做事情。你要加 occlusal contact 稍微加一下就好，可是如果你要都堆完了，然后你还要 carve 就很痛苦。我们把刚才那个 secondary ridge 稍微加强一点点，太多的把它弄掉。两个主叶跟侧叶之间要尽量的逼得越近越好。在做这个侧叶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自己逼上极限。你能够逼最小最小的 reach 大概多小？再来是 medial， 慢慢逼到最近，多余的拿掉。
另外一个 lateral lobe 堆起来了。然后将主叶的主要的 priority 在逼近大边缘，把它们之间的 gap 逼到最小。所以各位，为什么我一直执着要用 PKD 将界限逼近，而不是用 cover， 就是因为这样你的 triangularity 才会不会有那些刮痕。只有在多的被压断掉的这些蜡再去把它去除掉。趁蜡还有点软的时候去刮它，通常比较smooth。其实主叶跟副叶之间最后还是要留一些蜡的，只不过你留绒绒的蜡，就是滴一下，量要控制，这样看起来才会自然，变成真正的雅致。最后我们来滴另外一个英国赛的 lateral lobe， 然后 margin ridge 也是一个小小的 lobe。Distal 的话可能就要咬一咬，把多余的蜡刮掉。Distal side看起来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，因为几乎一滴上去它就咬到了，所以表示 coping 已经大概占据了所有 anatomy 可以发挥的空间。
接下来把 approval table 全部收起来，它的 line go。然后开始 carving 的动作， carving 的动作其实是将刚才那些 log 跟 log 之间应有的那些分界线把它割掉，把它开出来那个通道。原先两个 triangularity 中间就应该要稍微有一点微微的通道走出去。主页和侧页之间，然后呢 ACO Surface 在 carving 的时候可以使用刚才的关刀，也可以使用你的小关刀或者是石膏刀也可以。那么从各个方向来检视一下这个牙齿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先看一下它的轮廓跟隔壁牙齿的大小，它要比四月大一点点。再来是它的 buccal 跟 lingual 的 contour， occlusal table 的 contour， 主发音叶的位置，咬点的位置，这些陆续的检查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Embrasure form。都确认没问题之后，那这个牙齿就完成了。在我们在做其他牙齿完成的时候，这个牙齿也会再回头来 finishing occlusion 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先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。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，等一下各位大概10分钟回来，我做一下 connect 给各位看，大家再去吃饭，好吧？我们先休息一下。